欢迎收看今天的创意多脑盒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来的这位贵宾呢，这位艺术家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国宝级了，因为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完美，而且呢啊，从过去到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调整，但是他的精致的程度或者说他的概念的呈现呢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，而且是非常有魅力的。我们要欢迎的是杨茂林老师，老师好。第四期观众们大家好。哎，杨老师，这个很开心能看到您哦，因为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您的作品，不管是个展啊、联展，甚至有一些公共空间啊，有一些比如说我记得好像在大安路很多地方都有摆你的作品在外面，成品的那个啊，对对对对，敦南成品斜对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观众朋友都在行经东区的时候，曾经不小心看过杨老师的作品啊。那当然更不要说艺术圈了哈。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艺术创作这件事情？我接触艺术的话是在高中，高中的时候，我高中是读的是美工科啊，那美工科里面有分一些组，是，那我是读纯，就是绘画组啊，是纯绘画组，对，从高一开始，是那个时候是自己的兴趣吗？还是说有受到什么人的启发，或是引导，或是自己有什么偶像这样子啊？说来蛮惭愧的，那时候觉得，因为在读初中的时候，我是读夜间部的，其实也不是夜间部，是补校我是补校毕业的，是是是。然后呢，看到白天的时候就是要补校到学校去嘛然后有时候会比较早去啊。看到白天很多学生上课，因为我坐在教室里面是坐不住，看到很多学生就是写生嘛，我想说，写生是不要坐在教室里面的，是应该蛮轻松的。那我想。读这个东西应该不错吧？所以就去考了。是这样子的原因。就考上了。考上就读了，读了产生兴趣了。是读了之后才产生兴趣。所以您年轻的时候的梦想不是当一个艺术家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想。压根儿没有这想。对，那都是因缘机会。我是后来就读了就是美术学校，是，那就开始就对于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是，那压过了以前的。对，就压过以前的梦想了哇！所以你知道，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。像我们访问过很多的艺术家，他是从小就是，比如说家长栽培啦，或者说自己喜欢走上这条路，所以没想到杨老师是半途出家型的。可是那个比如说在还没有进入这样子的环境之前，您对于创作或图像有没有什么回忆，或是什么喜好啊？我一直觉得哈，在还没读高中美术班的时候啊，之前了哈，我对美术实在是很差很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读国小的时候是放牛班嘛，根本就不跟美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是是。然后读初中的时候换了好多的学校，也基本上都断断续续的。后来读补校根本就没有美术这个课。是。对。所以说在之前应该对美术的概念是零。我记得我蛮不会画图的。那每次上美术课啊就国小的时候，我只会画一个升旗毯，一个国旗，就这样。是，只会画这样而已。然后上面有个太阳，就这样。所以今天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来的？你有没有一觉起来之后突然间梦了什么梦，然后整个开窍？那我这款代志啦。真的是这样。后来真的读了美术班之后才开始做企划，才开始发现，我蛮会画图的。是哈。对。其实老师的作品，我想观众已经看到了，有很多我们讲动漫的元素在里头，而且不是说是那个时代老师的动漫，而是包括这个时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就一直很喜欢动漫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是个视觉型的，我好看字会睡着。看字会睡着，对，难怪念到放牛班去，对不对？但看漫画就很有朝气了。我可以看漫画两三天不睡觉 ，OK 的。对，有时候就买了一堆嘛，有时候图存的一堆，然后从头再看一次嘛。对，比如说看七龙珠整套再给他看一遍，就一次看了两天把它看完的。天哪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那个时候看纯粹只是消遣呐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，可是到后来老师真的进入了美术班，真的开始创作的时候，您是就觉得说要把这些动漫元素放进来吗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吗？一开始没有这么想会做动漫的时候是在1994、1995开始，那时候才会有这些念头。是，因为我在1987的时候就做了一些展览作品，对对做了一些街头的一些展览，是的绘画。是，那到了差不多八，我到了八
1989的时候，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台湾哦，台湾计划啊，就是 Made in Taiwan， 是，然后做出台湾的政治、历史、文化，好，然后就照这样一直做，做到1994-95的时候，那刚好见到文化片的时候，那见到文化片，我想说文化片的一开始要以什么为主？是，后来想以卡通漫画为主。哦，了解，是这样演进过来的，对，这样开始。因为老师呢做这个展览或艺术已经很多年了，那么杨老师的第一次个展就是刚刚提到1987年，那个时候在北美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是好厉害的前辈。不过题材呢是一步一步做一些调整，但基本上就是跟老师的观察有关系。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念美工科的时候，应该还是根据老师的引导来做一些创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是平面的，但后来我认识老师的时候已经是一些很立体的雕塑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？就是我到了1999年之前，有一段期间是在创作的高原期啊、哦、高原期啊、哦、所以高原期就是说只要眼睛闭着就知道画完是什么事了，是是是是，就是大概差不多都那一种，就怎么画都差不多不会失败，但是这个样子是，但是呢就缺少创作热忱了。你当你闭着眼睛知道你画完是什么，那种乐趣、创作的那种冒险感，就要一直要消失掉。了解，所以一直想要换个题材，一直想要换题材，这样就换个整个创作的思维，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，这样。那刚好因缘际会，在1999的时候啊，那个台北艺术大学啊，是，他就有那个硕士班开始从招生嘛，是，所以我就去考，他就读了，是，那读了之后，当然就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了，那认识了很多的新的老师，是，学生啊、同才嘛，是，然后呢新的一些媒材、哦、对，所以整个人就开始变化，很大的化学变化了。了解哦，所以又是学校帮了您一把，虽然小时候根本不爱念书，没想到后来在不同的阶段都因为学校让老师的艺术创作呢有了开端，也有了转换。不过这个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个人生的变化，尤其是老师的故事哦，其实真的很精彩，因为他还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啊、哦。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老师的作品，当然我们看到动漫的东西啊都会觉得很可爱，可是其实我相信老师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想表达的事情。那刚刚老师我也聊到，就是说社会运动这一块，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？因为其实每一个阶段台湾都有一些经典的社会案例了，社会运动的案例啊，像去年太阳花，老师是什么时候对这个领域就是很热血这样子？高中哦，也是高中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你不是都在画画？可是除了画之外，但是我也蛮喜欢，就是那时候刚好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蛮喜欢听演讲啊，那有时候就会跟着他们，就是开始游行这样，走上街头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氛围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。这是什么状况呢？那时候有时候你根本就还没走上街头就被震爆了，哦，因为那是戒严。了解了哦，你是哦，对，对不起、啊，这戒严时期不能够集会，了解，不能有三个人以上的集会，这样是，所以有时候都还没行动就先被震爆，所以那个时候您有被震爆过了哈、哦，有被我两个经验吧，被水柱冲过，就是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啊，冲过，而且那时候好像水量特别大的样子。现在我看那个这次的太阳花的，那水量都还好。真的吗？对，现在水量比较人性化一点。那时候水量很大，那人冲、啊、多大呢？我不会形容，但是被冲到的时候，两只冲，比如说从这里喷差不多都好几公尺。你是说人会被水柱喷出去？对，就一冲到就好几公尺。你会倒退路啊那样？真的啊，阿爸都会听吧？好，五脏六腑好像碎掉一样，真的、啊、就是被什么很大的重力这样打进来，这样是啊，你也不怕哈？当然怕，谁不怕这个东西？而且被那个长棍打下去，真的整个人这个从背部啊，整个人都凹青这样。哎呦，啊，您就还是跟着去哈？有被劝退吗？家里大会骂啊，但是有时候都偷偷摸摸了，而且人大了，家里管不住了。就是有那个热血，想要上去跟大家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起。年轻人就是那时候啊，那时候特别有那种热忱。了解，对。一开始是这样，然后因为送报的关系啊，所以常常会跟记者们混在一起。
那有一个记者彰化，有一个记者，我彰化人，是在彰化有一个记者工会，是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在那里也好，我的很多的政治意识在被启发，因为他们会开始评论时事，然后私底下的就会讲的比较白的话，是是是是，受到很大的启发。了解哦，难怪就我只就走上街头，这一切都是一个食物链这样子，因为很多很多文字是不能写在报纸上，只能私底下讨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已经送了报纸，比较那时候比较所谓的。比较反动的报纸、是自立系列的吗？对对对 对, 對, 對、哦、好巧，我小时候也推销过自立早报。对对，好 ，OK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请艺术家杨老师跟大家分享，他今天也带了很多的作品啊、哦，我们待会见。我创作哈的资历很久，这样以现在到现在来讲，将近40年这样，应该有40年了，所以呢，有一段期间呢哈，就是我在画，还在用油画创作的时候，平面的时候啊，我到了一个创作的高原区，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很大彻底的变化的，啊，就想要做雕塑。因为我不是正统的，就是雕塑的新的方式嘛，我是中途啊，就是开始做的，所以我变成有自己的语言。我比较喜欢简化，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石膏。第一个，它好刻，就把它这个线条先抓出来，像这个是一片一片去刻出来的。你刻坏了，那这调，在这里再调一个石膏，再把糊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把糊又，那又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又开始把它刻起来，对。所以石膏这对我来讲蛮方便的了，哈。做雕塑呢，是公仔型的做法，那组合方式就是鱼的身体本身的单纯的一个身体啊一个，然后它的就是它的头盖，然后它有四个鳍，六个之后再加一个尾巴。七个，所以这只蓝色号还有七个组件合起来的。我做好模型的时候，就送到铜厂去铸铜嘛，就铸铜的回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一次的最重要是养色，就是怎么养颜色出来这样，因为铜会跟空气、跟水质啊、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样。还有说其他的金属，它都会产生变化这样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就第一就是花很多时间来慢慢看它观察它的变化，这样变化到什么程度，所以一只养到我满意的话，快则一个月，慢则三个月，有时候是失败的。它是一块一块的，一个坡面一块一块去组合起来的，所以它组合的地方都有焊接线。那因为焊接线的铜的那个比例啊，跟真正的铜厂铸出来的铜比例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干净的话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融了，你在染色的时候，它就一条线出来了，因为水藻本身是碱的，所以它刚好也可以把它就是用磨啊再去啊，就去得很干净这样，所以那条线就不会出现。那今天我采取的是第一个，我采取的是三个字吧，这重比较重的颜色，好，那这是属于什么系统呢？属于褐色系统的。当你考虑好的时候，想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上色。如果说你是一层的，比如说直接就一个色，然后再等。干了，等变化的这个色，它太自私了，它变成什么都在你控制里面。那有时候当个艺术都是你完全控制的话，一样清醒嘛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所以说同时交错，有个有重的然后那个中的淡的，在过程中这样它才会产生不是你
在你计划中，可是呢，产生出来的效果不是你能够掌控的，那种就有一种搏斗的感觉，当你在跟他作战的感觉，那种真的就好玩了。像这个东西一样，基本上哈，它是铁锈，这里面要是酸嘛，然后呢，丢下那个铁钉啊，让它一直在腐蚀。那有空的时候就把它摇一摇，啊，摇到一般来讲就三个月到半年，那有时候你要更浓的话，就是到一年的呀。那当它就是你喷下去的时候，它除了那个变化之外，那个铁锈就会变成这样一颗一颗小小点这样，那么就变成我们说画画的层次感。我觉得一个创作者本身的就是作品呢，啊，他的技巧方面，然后他的使用的不管是色彩，一定要有个人的风格，因为你就是你，你跟人家不一样的，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要想要诉求的重点。那所谓诉求重点之后，你的技术，我们说技巧方面就会配合你的要诉求的东西，所以是不一样的，有自己的思维，可是又能够跟人家沟通，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好的艺术品。欢迎回到创意多脑盒。今天在我身后有两幅作品，不是杨老师的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以免大家张冠李戴。在我右后方的是王新田，也就是凯沃的名模，为了梨画廊的公益联展所做的创作。在我左后方的呢是苗可丽，可丽姐，同样也是为了公益联展做的义卖作品。好，杨老师要不要点评一下啊？这些艺人还可以吧？蛮有趣的，蛮有同味的。在您面前真的是关公耍大刀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其实艺人朋友大家也是共襄盛举啊，没想到今天碰到哇这个 pro 的专业级的。好，我想继续要跟老师分享，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所谓的这个雕塑啊，就是因为老师的作品有的做真的好大，就比人还要大，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应该很费工跟费时还有费力吧？都是啊，是有些比人还要高。最大的老师做过的是什么尺寸？差不多5米。5米啊！啊，坑在等一下，就是户外的公共是是。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可以看到吗？在台湾吗？在台湾有啊。我们以台湾来讲，是在成品嘛。然后在一些，譬如说元大在内湖那边的建案，是是是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建案，他们都会买一些艺术品摆在公共空间，哇，所以这个创作起来真的很累吧，老师，很辛苦，蛮累的。他怎么开始呢？这么大的一个作品，第一个差不多你要做一个，差不多，因为以我的习惯了，要一个做一个5米的、4米的，刚好你一定要做一个。等身大的模子，是跟它一模一样的模子，一模一样大，对，因为它是锻造的。那你要先画草图吗？一般来讲是都先用先捏，先捏小作品，不用画，不用画，直接开始捏了，这样。那捏完之后再放大，差不多像这么大了，好，差不多一般来讲差不多一米多的，一米二左右的，啊，一米二左右这样。那以一米二来当模子，是，然后看再从这里再放大它。比如说它是5米的话，是5米、4米的4米大的，是等样的 FRP 模子，是是，再从这里锻造，了解，哇，所以连模子都要做1:1大的这样子，这样才会准确哦，才不会跑掉。呀，这个真的很辛苦，不简单。然后我们在题材上面，像我们刚刚有提到，老师因为从小时候喜欢看漫画，然后呢在作品里面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，像这个是铁人28，铁人28，我小时候，哦，他很帅，铁人28，他年纪比我大，他应该80多岁。对，之前日本也有庆祝过他的生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所以各位观众你会发现，杨老师真的是童心未泯，因为《铁人28》跟《海绵宝宝》根本是三代了吧？我想不止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以看漫画的世代来讲，所以可是我发现老师也很喜欢一些神话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就喜欢看什么神话？小时候，古小的时候的话就是。就是《西游记》吧，有灾吧，哈，对，聊斋，聊斋，然后就是一些要一些就是
民间故事啊，一些民间的传奥传奇啊，那比较大一点的、啊，看一些比较西洋的神话，是是是，神话鬼怪我蛮喜欢的，中东西方的都喜欢，都喜欢哦，就是类似那种，比如说中东方的《西游记》啊，或者西方的什么那种希腊神话那种，你也都希腊神话都喜欢，北欧神话，北欧神话，啊、我都、哦、就好像只要关于神怪，我都喜欢日本的那个神怪怪怪谈这样。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这些东西啊？你不觉得里面的东西又长得很奇怪吗？可能因为这样才有吸引力吧，吸引我。是。所以后来，比如说老师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您又画些什么？那时候您不是画动漫风吗？那刚开始都在画什么呢？在苹果吗？香蕉？不，我不写生、哦，我不会写生、哦，真的、啊，我不会写生。你说公园那种你也不喜欢？对，因为我没有感觉，我对自然景物啊、哦、感觉不大。可是那些不是老师会给你的基本功课吗？对，啊，都是混嘛，先把它混过再说。但是因为我画的蛮好的，啊、但是。技巧不错，了解了解，但是呢，感情放不进去。了解，嗯，就是还是可以交差了，但不是你骨子里面想做的，对，就是感情放不进去。比如说我看到山，是是是看到水，不大会感动，嗯、哦，就是一个山、嗯、一个水，我觉得、嗯、哦，爬上去很累，水，哇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淋湿很烦，这样。是是是是是。那、但是我对人又很有兴趣，嗯，我对人的喜怒哀乐，嗯，蛮敏感，蛮敏锐，所以我的创作大部分在。以人为主，了解哦。然后到后来开始又加了很多动漫的元素，这样子啊、哦。不过老师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，比如说有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启发？比如说一些前辈啊，或是艺术圈的一些古人，就是对大师之类的。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就是蛮喜欢就是野兽派的。野兽派大师，野兽派的，对，野兽派大师、高中的时候是是是，然后一些就是巴黎派的，就是一些造型上比较社会性的，了解，就是野兽派是色彩比较奔放的，解放色彩，对，挥洒，对，但是巴黎派的就比较属于比较社会题材的 ，OK， 那刚好也是您喜欢的事情，社会题材的啊、所以经过这一些的滋润跟养分，所以大家会发现杨老师的生命是非常丰富跟饱满的啊、包括他自己喜欢的动漫呐、或者他走上街头社会运动，或者说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，到他对于艺术的涉猎，当然还有他对于神话故事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就成为杨老师的养分，好厉害，但是。我很好奇的是，老师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不卖作品的。其实应该不讲说，不能说不卖，是卖不出去了。就是大学毕业之后，大概有差不多十来年嘛。是啊，十年左右，可能都不止十二年、十年左右那个期间的哈，是没有买卖的，不是卖，是卖不出去。真的？为什么呢？您不是就是状况还不错吗？老师也都很称赞呢。可是。题材关系，因为画那时候画的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运动、街头运动、然后作品上呢批判的，然后颠覆的，甚至嘲弄的，就是在视觉效果上。不温馨，了解，不是买家喜欢的，对，放在家里的啊，有些那显影的在搏斗、打斗的那种场面，是是是，放在家里又大。有时候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号这样，对，所以不好卖。对，我讲的是比较好听的，说不卖，其实是卖不掉。对，讲不卖比较拽嘛，我不卖。对，可是呢，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很受伤？因为终究哇，十几年某干单呢，而且你已经毕业了，等于是要面对一个社会的生活现实面了。我不认为会受伤的，我觉得那时候还的，我现在蛮怀念那一段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段期间创作就真的是百分之百是原汁的，我自己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。了解，不用受到任何人的约束。对，而且那时候可以尽情的挥洒，我自己的，我用那时候用创作来疗伤，来发泄。是是，所以我觉得那十来年。真的，以现在来想，很难得的十来年。也对哦，当后来我们更加社会化之后，很多东西叫妥协，或者是要配合一下，难免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要符合大家的预期啊的标准，所以老师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那十年，然后好奇问一下，那老师有去，比如说当上班族养家吗？不然你怎么过日子啊？我没有上过一天班。你没有上过一天班啊？从出生到现在。你就是打工而已，这样子。就是连打工的大概都没有。就是送报纸啊，摆地摊，摆地摊，自己做头家。
没有，就是有一阵子，有一阵期间我摆地摊，就是真的撑不过去的时候，是是是，然后开始摆地摊。卖画吗？卖画吗？当然不卖画，不卖画。那卖什么呢？卖一些就是首饰，就在1987年的时候，八七八八八九是，差不多87年的下半年到89年的上半年，就这样，差不多2年多，就卖一些那时候刚开始。就是卖一些印尼的、尼泊尔的，然后的首饰 ，OK， 对，啊，不然还有一些小佛像，财神啊，财神爷，卖给谁啊？卖给，就是那时候耗子很多嘛，股票里面的，对，股市里面的那些，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兄弟饭店的地下道，那时候可以摆，可以摆地摊，是合法的吗？当然，警察要摆。对呀、啊，这什么可以摆？这还是违法的吧？但是基本上现在是完全不能摆啊！现在是完全不能摆。那时候是警察来的时候就不能摆、但是呢，他一天也来一次而已、了解。中午就是反正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对对啊，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跑掉。就那个在那个时候啊，在兄弟饭店，还有那时候的天母啊。天母那个麦当劳旁边，那时候可以摆地摊。是是，现在也有啦，现在是一些二手市集啦，就是升旗也是合法的啦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等于是卖一些你卖一些佛像，那些玩股票的人一定很虔诚哈。对，他们就会供养这些。对，你好厉害，好聪明，而且不会杀价。对，不能跟佛像乱杀价。财神哦，你就跳哎呢，所以维持了也可以维持生活就是了。我没有，那时候赚很多钱啊，赚很多钱。对那2年，但我。储备了很多战斗的那个粮食基金，对，了解。那2年赚了差不多200万。是，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打带跑式的生活，您身边的人都不会担心老师吗？当然会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跟收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您怎么说服他们要继续坚持艺术这一块路？因为我第一个要先说服自己，因为那13年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自己的创作，所以说面对着镜子，告诉镜子，这里面的我是最棒的。是，我是最棒的，然后自己有信心满的时候，再跟家人讲，跟老婆讲，跟妈妈讲，说你放心，再过几年，再过几年，再经有几年，我就 OK 了。是，这样太棒了，再给你一些机会跟时间哈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如果您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的，剩下的就是坚持两个字了啊。能不能在比较辛苦的日子当中，先去卖卖佛像，存一点钱，然后呢，再继续往自己的路迈进？这就是杨老师。待会休息一下，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他所带来的这些精彩的艺术创作。今天坐在现场是杨老师啊，从我们节目开播以来，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够访问到老师，看过您太多的作品跟画册，大家可以去收藏一下。今天老师也带了一些作品来，有平面的，也有了雕塑。您跟我们先介绍哪一个呢？就在这后面这就开始了。好，第一眼我看到的就是铁人28，但是很明显它一定还有一些议题，因为下面踩着一只。对对，老师，请介绍一下，这是铁人28，我小时候的就是英雄，是英雄，那时候应该是国小吧，国小大概，反正就是开始懂认识字就开始看漫画，小时候的英雄，那我今天做雕塑了，所以我就把我小时候英雄，当然变成我的创作的来源，是最主要的营养来源，这样，那我又就是神谱的造型，然后跟卡曼结合，对，我要想营造一个就是，宗教是在文化上是一个最高端的，卡曼呢是在文化上呢是一个最大众化，最大众化，一个最高端跟最大众，两个结合之后啊，是它会产生的火花，了解，在艺术上它就变成一个张力了，所以说用这样营造一个艺术的表现方式，是太棒了，因为其实没有错哈，就是说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讲，我们可能还没有接触宗教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卡曼英雄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，他就是我们的佛。他就可以拯救世界，对不对？他是最无敌的，我们也很崇拜他。了解，那为什么他要踩在一只？因为第一个就是有点幽默感。这个神火一般来讲都有坐骑，对，或者是莲花。
对啊，坐骑不是狮子就是老虎肉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，但我想卡曼人物应该有一些比较别致的坐骑，了解比较卡哇伊的 style， 对，作为一只善虾，对，这当坐骑。因为我想大家多多少少看过艺术创作，可是做出一只善虾的一个艺术品，可能真的只有老师想得到啊。一般你说做虎啊，做狮都很多哦，做牛可能做羊都有，对，做善虾是在站在上面太可爱了。我觉得老师作品常有一些幽默感在里面哈，老师就是刻意要让大家比较 relax 是吗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因为就是他你看到狮子你不会觉得好玩嘛，对，太多我们就看过了，对对，或者太凶，对，看过了，对，做一个好玩，艺术上是一句话，好玩，是，太棒了。所以老师的作品一定有寓意，可是他也特别想把一些幽默的一些元素啊传递给大家。好，下一个老师要介绍是，我们就介绍这个，我受不了，下面是一个握寿司吗？皮老板，握寿司没有错，那个握寿司，你给你的，你给你的。好，请老师我们介绍一下。我想皮老板一般来讲看海绵宝宝就已经知道他的个性吧，对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又把他变成希特勒，应该他两个蛮好。他也加了希特勒，所以你看看，哪个希特勒结合这样？对，老师也不是只有宗教，还加入一点政治啊，或历史啊，是他变希特勒的造型了，对，太可爱了。然后他一天到晚要找那个什么汉堡的那个配方，对，找新的配方。那我想就给他做一个改成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，反正他就是跟吃有关系的，太可爱了。哎，可是老师，比如说像我们常在创作里面看到一些卡曼元素。那比如说海绵宝宝的作者会不会生气啊？他不叫海绵宝宝啊，就是这个他也不叫皮老板啊，对，他叫皮特勒。哦，皮特勒啊，哦，OK， 了解了哈，所以这跟他无关。对，那就像这个铁人二十八，他是何时的铁人二十八？对对，他不叫铁人二十八，那他叫什么？他叫铁人菩萨。哦，铁人菩萨 ，OK， 了解，好，太可爱。因为在艺术元素有的是有一种颠覆的手法，对，挪用。因为在不只是杨老师，很多当代艺术家也常常会用迪士尼的一些元素来做创作。据我了解，甚至迪士尼的公司会反过来支持这些艺术家，因为他觉得你等于是延展了他的卡曼人物的寿命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老师这么高端的作品。好，前面那两只比较小的作品呢，老师？那是对我来讲是生肖系列吗？就是可以这么说。OK OK，就是说是我的，就是像那只马，是在我的一系列大作品里面，就是扑克兵。扑克兵就是追杀爱丽丝里面那一群扑克兵啊，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延伸的一群扑克兵里面的杰克的艾玛。哦，难怪他身上写一个 J， 对，我跟蔡依林没有关系，跟周杰伦没有关系，杰克的马，而且他好动感哦，就是他的造型是，包括他的表情、他的牙齿，就是你会看到是很可爱的。他其实他是驴子跟马的结合啊，难怪那个嘴型有点像驴子嘴吧？了解了解，好可爱哦哈。那只鸡呢？那只鸡呢？那只鸡我把它叫做凤，其实它是东汉的铜器。我把它转一转，这样你把它转成当代的不锈钢，对，不锈钢的感觉。OK， 就古代可能古董里面有看过类似的造型，这样子。對對對，为什么老师会想做这样子的这个创意呢？因为我想做一个神的神效但是我不会按那个数开始做，就是有感觉的时候，有感觉才做，就做一只。好，可能譬如说今年有感觉做了一只，就是凤嘛，所以它就鸡，了解，叫凤来矣。有凤来矣的凤来矣。今年不是羊年吗？我也做羊，也是去年做的。OK OK， 反正不照顺序就对了，有感觉才做。而且您的题材等于是来自四面八方啊，马就取经爱丽丝啊，凤鸡就取经于古代的古董。对，像这只狗，对不对？没看错吧？那个汉朝的汉利佑，汉利佑里面的。当然，我把它连重组，再靠它重新造型，这样是变成一个蛮当代的、蛮现代感的。对，而且它好可爱，就是我们养狗的人，就狗的表情有很多种，它的表情就很萌啊。对啊，因为老师自己也喜欢动物嘛，你一定观察很入微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可爱。以前养很多狗，是，现在养了几只流浪狗，哦，还是有养狗这样子，哇，太可爱了。所以大家看到老师的作品啊，真的是有很多线条都非常非常的圆润，然后也非常的就迷人。但是板就是眉材的部分呢，老师这几年就比较喜欢用这些的金属啊、铜。
铜、不锈钢、不锈钢，对不对？然后镀钛，皮下这些就是不锈钢、打磨的样之后镀钛，镀钛金色的。哦，很硬的哈。钛的话可以放。差不多听说了，五十年不会变色，真的哦，听说啊，因为我们还没到五十年嘛，所以不知道这样。以后的人挖出来就是当代的，对不对？就是21世纪的古董嘛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好，后面两幅这个平面的创作，也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张是版画，哎，这个就是希特勒嘛，这是希特，就是前面梅特勒、皮特勒，对，皮特勒，他两张是合在一起。哦，就是说，如果在展场的时候呢，这个雕塑立体的，然后就是版画平面的，刚好就结合这样。好可爱哦，真的是就很威风哎，他整个人哦，好，这是老师的这个延伸的作品。那后面那一幅呢？后面也是后面这一尊这一幅哈，外太空哦，对，它是海绵宝宝里面的山顶。那只松鼠有没有 <Okay. S 2> 跑到水里面？那只松鼠这样，因为我把它定义为它是一个探险家，是 OK。然后它到这个月球去探险那时候的，你看它，我的海绵宝宝的那些小动物呢，其实都躲在那里边。譬如说有兔子，对，有松鹅，然后有海星，对，海绵宝宝有海绵，就在月球上这样，就一块海绵在那里，对，它就变成圆形，它的 family 都出现了这样子，哦，太可爱了哦。所以这些老师的作品呢，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，而且质感都非常非常好，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。那稍待一会我们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创作的一辈子哦，他没有去上过班，创作对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待会儿见。这次个展题目叫《寻找曼陀罗》，我的作品呢，主角都很庞大，都很巨大。那这一次呢，反而四个主人翁呢，他们小小的，因为他们还在。我为什么小小的？因为我认为他们刚开始，他们还没成长，正要去冒险这样。所以呢，四个小人翁在后面，你看都是小小的，这样啊，骑着一只高高的马。陶乐寺里面有四个主角嘛，一个就是陶乐寺，一个是袭人，啊，一个是狮子，一个是稻草人。然后我帮他们做了四幅本身传。就一直要一世一世的累积起来，然后做了伟大的功绩之后，他本人生活这样。因为我要营造一个深海的那种氛围嘛。所以就在电脑里面做，就是水的慢慢流动的感觉。每一个作品的台座上，我都贴上镜面的亚克力，让它可以互相投射、互相交融。每一只深海鱼都会发光，不管是猎食者还是被猎食者，它本身都会发光。那像这一只比较特别。这个洞的光呢比较短，所以下面刚好要装电灯，所以里面要把它就再做一个裂隙，我们说裂胆了，裂肚，这样把那个隧道藏在这个裂肚里面。那它是食人的坐骑，好，那目前就是你看到它嘴巴张得很大，那食人站在前面，就是在我的给它的定义里面，它是一个战斗的状态。就是保卫着，就是陶乐寺保卫他的主人，那战正在战斗中，张开大嘴这样。如果你往前面看的时候呢，它的张力很强，它有很阳刚味道这样。可是你从侧面看呢，它又很温柔，它的曲线很优美这样，两个互相结合这样。刚刚的那个扩卷面是战斗的状态，那它是目前的状态呢？它是一个交通巴士，就是深海的交通巴士，所以我把它做成像一个停机坪的样子，一群人要登机的样子哈。
那你看这个楼梯跟它两个颜色是不一样，其实它颜色是一样，只是这一支因为我要营造出不同的空间嘛，所以不同的材质，所以呢这一支我有上蜡，这一块好阶梯它没有上蜡这样。那这一支呢，就是专属，就是陶乐斯跟袭人、跟稻草人、跟狮子专属做的。我铺了一些草了，因为我想说不要那么的闷，只是看到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地板这样而已嘛，所以我铺了很多人工草皮在上面，这样好像他们是在深海里面，在草上里面野餐也好啦，哦，休闲也好这样的。深海鱼的话，我就把它机械化。好酷嘛，然后就是诡异嘛，所以就加了很多的机械的感觉这样。那金鱼的话，它不需要这些酷的东西，它必须要可爱。那所以我就给它开始拟人化。所以你看这只鱼呢，它在笑，一般鱼不会笑，对不对？我的拟人化卡曼化就是了。后面那一只鱼，对不对？哈，它嘴巴吐舌头这样，吐好吐出来这样，装可爱就是了。好，那这合乎金鱼的特质这样。我以前的在创作的色彩很丰富，那这一次的在色彩上呢，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有厚度、很温润，然后层次很多的，就是色彩。铜哈来做成哈，就是斑驳生锈的感觉，它就可以发挥它的那种层次感，啊，因为铜是不会再继续锈下去，它只要一生锈的话，它一个表面之后它就停止了，啊，所以它就看起来就层次丰富，很有文人味的感觉这样。平常的时候它是一只金鱼，是一个珠鳞金鱼，但是如果主角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船舰，让他们可以当成坐骑这样。这是袭人的驾驶舱，他坐在里面这样。这一次的作品就是我让它单纯化，啊，就是说比较回到物质的本身。你可以完全不了解它是什么，但是你从它的线条、从它的造型、从它的空间感、从它的色泽去体会到它本身的作品的美、艺术的美这样。杨老师曾经说过，创作是他的职业，是他的事业，但是也是他的休闲，哈，这比重是怎么比呢？因为如果讲休闲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比较轻松自在一点；如果讲事业的话，那可是得好好经营的呀，老师啊，嗯。因为我很高兴，就是今天我是一个艺术家，然后我的创作基本上就是我生活的来源嘛，可以说是一个职业这样。对，但是呢，艺术家常常可以当一个事业来处理。好，那我又很高兴，就是说，当你创作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做一些也是创作，它来休闲。譬如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，都是生肖了，动物，像这种把画，其实它是我的休闲作品。哦，还是有分类，就是自己心中有分一块啊。就是说，当你在执行你的主轴的时候啊，是，我们脑筋常常是空的，只是手在动而已。对对，好。然后脑筋就会东飘西飘嘞，所以飘到一些哎，天马行空。对，那我应该有时候应该做一些东西来哦，来玩调剂一下。了解。所以您就是比如说，假设您设定了一个主题方向之后开始创作，可是创作到一半的时候，可能脑中已经有别的东西，会，对不对？就发想出来了，然后就把它做出来。因为脑的速度绝对比手快太多了，是是是是，飞到无限远的世界。尤其我又是属于这种天马行空过动儿，对，过动脑，对不对？可是老师，您刚刚讲说手一直在动，尤其您做这些大型的雕塑或者是作品，会有没有什么职业伤害、职业病啊？会哦，譬如说我每个礼拜要复健，我的颈椎啊钙化，因为我要常常拿气动工具嘛，气动工具其实你看。它，你在抹的时候，你要用力嘛，对，就用力要玻璃是很用力的，就很硬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有时候，而且有时候你一坐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不会停，因为
我们上班的时候，因为反正领薪水嘛，就该停就停嘛。对，对自己的东西有时候就因为急性啊，一直要把它弄好，有时候一做一个两哦，做两三个小时都不是，所以就会直接伤害啊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，对不对、哎？上班族有的时候这个责任制嘛，该休息还是可以休息。您自己就老板，自己的东西啊，自己老板接，你没有助手或者是什么徒弟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帮忙啊，因为我的养成期是在绘画，是绘画呢，我喜欢一个人，因为绘画都是一个人在做的。对对对。啊，等到我做雕塑的时候呢，有人在旁边，我很不习惯。真的、啊，真的哈，所以我要等到累积到一个程度了哈。请人来帮我动一动，然后摆一摆，又太重了，对，就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，请你帮我搬一搬这样。是不，正常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做。啊，难怪这么紧，难怪每个礼拜还要复健。每个礼拜啊，像我现在录完，再等一下要回去复健啊。天哪，这样子很辛苦，值得吗，老师？您的身体都怕败气啊。人生总会生病吧、okay. 对，各种就是各种就有各种的伤害，很豁达，对，是是是，老师的性格就是这么豁达，他是一个艺术家，他是一个创作人，甚至您曾经说过说您还有点科学家的性格在骨子里，是吗？我喜欢研究啊，喜欢研究，研究什么啊？就是没才吗？还是没才啊？因为我的个性哈，就是不。就是对一个东西也好，我不持久，我很快就会转移兴趣。哦，了解。而尤其是做，不管是画画，不管是雕塑，它都是要长时间密集的，对，一直在做它嘛，对，在去工作嘛，哈。那我会常常会残，就是兴趣就会消失。所以我会利用就是研究尝新，是用追就是用学习的态度是来。延续我的热情哦，了解哦，就是转换不同的跑道，但是把热情可以持久延续下去。所以我画画，画画，然后做版画啊，好、哦，做雕塑，对，雕塑呢，我做木刻，木刻，对，铜、哦、是，然后不锈钢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各种都来一下。现在我最近在做琉璃，哎，你还做琉璃呀、啊？就是吹玻璃啊？没有，就是烧用手。用那个器材，器材对、哦，因为就是铜跟琉璃结合这样，哦、那琉璃的。复合媒材又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是是是是是，哇！可是就可以燃起你的新的热血，对对不对？就可能本来有点腻的东西，又重新对，又重新燃烧起来。所以像我最近的个展里面，就很多的作品是铜跟琉璃结合，是是，就不只是单纯铜像，上面还可以看到漂亮的琉璃啊，对，而且还会发光。跟光线又有关系、哦、是哇，这个太厉害，所以你知道老师真的就是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叫做艺术创作，当然中间呢他必须为了生活去摆地摊，但是呢这就是他的这个主轴，就是要好好当艺术家。当然现在也很多人一定很崇拜您，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是鼓励吗？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完美的艺术家？我认为艺术就这样，做你喜欢做的事情。艺术是一辈子的。你不能靠灵感，你靠你最关心的事情。你每天关心的事情，你耳鬓厮磨的，每天就是跟他接触的东西，就是你创作来源。那就源源不绝。是是是。那在这个坚持或者是这种，比如说手法上，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重围？现在艺术家好多、哦。对，老师有什么建议呢？我认为就是你坚持你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提出你自己独特的就是看法，独特的主张，对，计划，是是是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最会的，别人不知道不擅长，那就是你的特质，是是，走自己的路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千万不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，你要走自己的路，走出自己的，像老师这样的一条路来。谢谢老师，也期待您各种各种的作品跟展览哈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奉献了一辈子他的能量都在做创作的杨茂林老师，非常的荣幸，谢谢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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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